走完呀，所以我先走完这一边，然后我们再走上面。OK， 那个，谢啦。我靠，我没看到他，我没看到他，尴尬。我的东西在右边，是不是？东不是应该在左边吗？等一下，呀，那个要怎么？哦哦，喂，我知道了。啊不！可以，好，我是惨掉下去了。真的踩你掉下去了，好，可以啦，有没有？没有问题的吗，猫猫？哦，还有给我矿石哎，完成，叮叮 ，OK。所以我们这边完成了，这边走完了，我们先走下面吧，下面那边。我跟你说，玩这个游戏就是这样，能走就走，要不然你会有东西 miss 掉，像是技能，或者是技能，或者是技能，或者是技能。啊不，我按到了。啊不，我觉得要滑梯有点麻烦。啊！对吗？不是，再下一个。好。哇塞，这又是哪里？感觉掉下去就不妙的东西耶。幸好我看他样子就好像会爆炸。我说冲刺呢，我需要冲刺技能。来来来来，然后找我，然后 OK， 所以我们现在那边走完，这边走不下去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这一边。那个是什么鬼东西？我有点忘记哦，那个我撞不到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先走这边，先走这一边，所以我需要走上去。OK， 对。不，
什么又要排队拿号码啊？你又想干嘛？真心不缺老公，不要这样。我要一直看地图，因为我是一个超级路痴，所以各位十分的抱歉。好，没事，可以。这是什么？欸，可以减少承受的伤害耶。OK。那么过不去了吗？有下面，哦不，我没办法潜水。这水一潜下去，我就上不来了。看一下，那边有东西。变了，吃点吧。好的地方要走，救命哦！今天就节目标是探索完这边的地图好了。哦不，我开战被打是不是？哦，他是能潜水吗？好像不能。反应快吗？兄弟，那边去不了啦，去不了啦，怎么去？这个就可以。那个绝对过不去，因为看了一个情况我就懂了，绝对过不去。那我们就接着回家吧。我比较想要拿下面那一个，可是你看那一滩水吗？可是你看那一滩水吗？各位观众，所以下面这边是水，这边应该也是水。然后可以从下面那边走，算了，我们先走右边那边好了，等到可以游泳再说。哦不，他被抓走了吗？谢
天下立刻一路飞来这里做什么？超生车，或者是有什么危险？还不是你，你看他不害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。一去不回，我恰好是建筑武器大师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